赞儿，你知道我一直喜欢君小姐，不如我把君小姐收为义女，你们以后兄妹相称，你意下如何？义女？嗯。刚才我母亲收你做义女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拒绝？能成为玉夫人的义女，我当然不拒绝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父亲说要解除婚约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解释啊？那不是权宜之计吗？我什么时候同意这门亲事了？不对啊。叫你世子夫人的时候，你还挺开心的。那不是在北地吗？你说人尽皆知的，我总不能让义母难堪吧？嗯，